石头信经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吊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哪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人公义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的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，阿门。